起初，中本聪创造天地，还创造了比特币。币是空虚混沌 ，VIM 满屏黑暗。聪的灵运行在乌干达贫困儿童面前。聪说要有代码，就有了代码。聪看代码是好的，代码是 C 加加写成的，这是头一日。聪说要有区块，聪就造了第一个区块，事就这样成了。 聪把《泰晤士报》上的文字刻在这个区块上，聪称这个区块为创世区块，称上面的交易为 Coinbase 交易。聪看区块是好的，就把关于它的福音传播在密码学邮件列表上。这是第二日，聪说要让区块增多，天下的区块要聚在一处连结成链，事就这样成了。聪称这链叫区块链。 聪看区块链是好的，每十分钟就有一个新区块加入其中，这是第三日。聪说要有更多开发者加入进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开发者从四面八方涌入进来，聪使加文·安德森管理他们，聪看着是好的，聪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。 滋生繁多，充满 GitHub 上的仓库，新版本也要多多发布出来。这是第四日。聪说要有算力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矿工们加入进来了。聪看矿工们是好的，聪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一枚 CPU 一票，众生平等，各从其类。算力上涨，难度提高，聪让难度每14天调整一次。 聪看着是好的，这是第五日。聪说要有用户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披萨在炉子里边烤熟了。聪看着披萨是美味的。聪使人以10000枚比特币买了2只。聪赐福给买了披萨之人，以及买了矿机的矿工们，让他们各从其类。 聪说：“看呐，我将遍地上一切区块和区块里包含的交易全赐给你们，交了电费。挖的越多，收获越多。挖矿从未如此轻松。聪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。这是第六日，代码区块都造齐了。到第七日，聪造物的工已经完毕。”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聪赐福给 Bitcoin Talk 以及维基解密。聪要做更重要的事去了。这日，聪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这就是我们比特币创世的故事。